哦，因为他也知道王胜伟就是要拼这个盗垒王的这个头衔哦，所以他在盗垒的过程里头也多少会引诱这个投手去接这样的一个球。哇，这个球落到了后面去，三垒的跑者不费吹灰之力，张明彦回来得分。二垒的跑者上到了三垒，兄弟相队又追回一分，现在是3-4，一分的落后。已经是用三振抓到第二个出局数了，但三垒的跑者有没有把他中在那里，还是回来了，这个就有点可惜了哈，好不容易把这个三振抓到了，结果自己一个稍微失控球啊，没有办法让捕手接到这个球，造成失分，这是比较可惜了。